刑罚你们，也定你们的罪。但你该知道，定罪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。定罪咒诅审判刑罚都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，这都是为了你的心情，你的心情能变化，更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的身价，让你看见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，都是按照他的心情来做的，按照他的工作所需做的，也是按照他拯救人的计划，按照他拯救人的计划去做工。他是爱人拯救人，而且是审判刑罚人的公义的神。你如果只知道你的地位低下，只知道你这个人败坏悖逆，却不知道神要借着今天坐在你身上的审判，坐在你身上的审判与刑罚，来显明神的拯救。你不知道这些，就没法经历，更没法走下去。神来了，不是击杀，不是毁灭，而是审判咒诅刑罚与拯救。神来了，不是击杀，不是毁灭，而是审判咒诅刑罚与拯救。在六千年经营计划未结束以前，也就是在未显明各类人的结局以前，神来在地上做工都是为了拯救，都是为了将爱他的人彻底做成，归附在他的权下。